先生呆呆，我又解惑学少。我的名字叫阿迪嘎，我今年44岁，我求婚了。我有一个小孩，年生17岁。我的老公当农夫，我从西沙瓦来的。我的身高152公分，我的体重63公斤。我信仰回教，我的社里主中别。我有5个兄弟姐妹，我排行3。我以前在台湾工作3年，照顾阿妈，工作假设2年香港照顾小孩。我去台湾工作，因为我想赚钱帮助家庭。我会说华语一点点，我会照顾老人，照顾病人，煮饭、洗衣服、打扫、洗碗。我会煮姜葱果菜，我会煮杂菜、炒菜、蒸鱼、卤肉跟卤蛋，我都可以。谢谢。